您不能不知道来看到凯米台风造成中南部部分地区出现积淹水，天气风险公司表示，台风外围环流加上水库满水位，又适逢大潮等七个最不乐见的条件，通通都集合发生了。预估这样的状况至少会持续到26号清晨。而民间气象团队台湾台风论坛表示，凯米台风在25号凌晨跟中央山脉对战交手一整天后，核心已经扫了一圈。而根据观测，凯米登陆之后，台风也消失。有网友看了直说：“谢谢护国神山，守护台湾。”分隔岛前方冒出两道喷泉，大量水花喷溅比轮胎还要高。凯米台风对南部地区带来惊人降雨，嘉义市一处路口人孔盖排水宣泄不及，出现这样的画面。天气风险公司表示，台风外围环流、海水倒灌、水库满水位、适逢大潮等七个最不乐见的条件集合在一起，为南部地区带来惊人雨势。预估从24号晚间起，至少会持续到26号清晨。因为它在这边稍微停留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对于中部跟南部整体的雨量上影响时间就稍微拉长了。而凯米台风这回也登上国际版面。This storm is bouncing off Taiwan like a ping pong ball. It's as if the island is deflecting the typhoon away. Believe it or not, this has happened multiple times over the past 60 years, and it is well documented. 地形的这个作用要很明显的话，通常都必须是高压的引导力量要比较弱，台风本身它的环流也要够大，那这几个条件都要满足的话，好几年才会遇到一次。从2000年开始，大概有5次的台风是有发生这样子的状况。民间气象团队台湾台风论坛则秀出25号凌晨的画面，表示凯米台风跟中央山脉对战交手一整天之后，凯米核心扫了一圈，登陆后台风眼结构消失。有网友看了直呼，每个人心里都有过不去的坎，台风也是。有人说谢谢护国神山守护台湾，而气象署提醒台。分外围环流持续带来风雨，仍需提高警觉。记者杨祥云、黄明胜、蔡成吴台北嘉义采访报道。